她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女同胞，然后嫁给了尼泊尔人，现在应该是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了吧，是我朋友的一个朋友，我跳舞认识的一个朋友，是他的朋友，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去玩做客，好像还是第一次去我们中国的同胞的家里面，我好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们中国的女孩嫁给了尼泊尔的人男人，然后还没去过他们家里面。我们现在往前面走，啊，嫁给了土豪是吧？哎，我说要卖喜马，买那喜马拉雅那个皂是吧？哎，回来再买是吧？现在买。我陪你去买。那走走。你再一买一到他家里说，哎呀，不要这么客气。放包里吧，没事的，蚊香皂而已。不要太大了啊，大了不行。我最多能接受2.5块一块的啊，太贵了我用不起。神经啊你！我不愿意。玫瑰水猴子里没有卖。哦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很多我们中国的网红做代购的一个批发点，什么中都是尼泊尔的是吧？尼泊尔的药品，尼泊尔的化妆品。好多的，是吧？给我要那个美白的，给我弄个美白的。什么美白？你这么黑，不用美白。我不行，我这有点皮肤有点黄。这个玫瑰精油管用吗？哎，这个挺好玩的。管用吗？嗯。这个应该是。那得放喜马拉雅。哎，要不你来个这个吧，这个就是还洗面奶，挺好用的。洗面奶。对，黄瓜的。这小瓶2300哎。不是1000多吗？我记得。这盒啥呀？这好像是个牙膏吧。这么便宜，才总共才210。磨砂的啊，不是磨砂。我要买磨砂的，买磨砂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的皮肤不适合买磨砂，因为你角质层不厚。啊。不需要买磨砂，磨砂这个东西不是每天可以用的。行，那买什么？我的皮肤也感觉。买这个。买那一个。对呀。可是我洗头和洗脸都是一块香皂。咦？我穿这个裤子。我不想再单独买一个香皂的呀。相亲，你怕啥？不是。不是见家长，你们搞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搞我的紧张了。他一看我们两个，一人介绍一个，来，今天拿的兄弟们。这什么？湿纸巾。不是，好像没有哎。喜马拉，你去问问他，喜马拉雅皂。你问嘛，老板走，转接问。喜马拉雅香皂。香布。香皂，洗脸的香皂。香皂怎么说？称块的 box。No, it's a soap. Soap. 对。This one, it can be washed face. No, it can be washed. 这也是香皂。啊，这个可以啊，帅哥。哪个？这个，喜马拉雅的，就它。喜马拉雅的。嗯。How many? How much? How much? 120，哇，好便宜这个。那这两个你自己选一个。120。这个是哪个味道的？这 cucumber 这个是黄瓜的。这个呢？这个没说。common 就没说，就是买黄瓜美白的。啊。路上没有。有点着急，就不挑了，随便拿一个吧。这么忙啊，这个。哎，那他会中文的话，那以后。可以留他一个电话，想发货的话直接给他打钱不就行了吗？他有那个老板就会中文，老板他有微信呢。对啊。哇，这个刀哎！绝对够火。艾琳娜，你也过来的。怎么忙？他家以前做批发的，这一小，咱家的吧。他这个，你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？就是过去那种食用的。这个是这儿最好的吗？割开那个。I can't understand. 啊，你。啊 ，OK， 最好的。It's the best. 我发小他老婆是最好的。No, not for hair. Here is. 其实没有就没有了。可以正常的那个，但是你是小孩。Clear skin 的。Clean skin， 精油皂。没打开那种。你要做什么的？我没有，我就是买一个自己用。那是没子宫。洗脸洗头。嗯，可以。OK， 可以，好，thank you。因为
他结婚之后我们就没怎么见面，他在天津，我在深圳。How money？然后就是65，便宜。来，你拿。来。哟，穿这个裤子蛮好穿的，那个裤子。OK。新钱。OK。55。红包要刚刚超市，我们进过刚刚。才65，看到没有？才65。是65呀。嗯 ，OK。我这不是300多。拜拜。那我们，那我们去刚刚那个过那个店，看你们是红包。买完了，今天太着急了，主要是要不着急的话，在这都磨叽一会儿。现在我们打车去这个大美女家里面。当地有一个软件叫拍到上面打车还是挺便宜的。如果打摩托车的话是140尼币，这么近啊。如果是打出租车的话，出租车的话就是能坐四个人吧，是438。因为我们着急，我们就没有选择这个软件上面，因为软件可能还要等。我们就直接选择在随便路上掉了一个车，也就贵了60多尼币而已。这能用得出去吗？就可以。待会找他换。他们这边钱破损的话，也可以是跟银行。